办信用卡，老行库和民营银行大不同，网友就亲身经历过老行库的三大类型服务，让他傻眼。到百货刷兆丰钛金卡，还能享1%现金回馈。网友回忆说，他到兆丰银行的柜台想办卡，门口没有接待员可以询问，于是他就在旁边的柜子上到处看看。可是这个行径很怕被当成可疑人士啊。找着找着，在展览架上看到信用卡申请书，他就自行拿了两份，也没人来关心我。还有网友分享土银办卡经验，因为朋友在拉卡，就帮他做业绩，申办土银的圆山饭店联名卡，没想到要提供薪资明细，还被要求另外提供薪转存折银本。征信人员还说，你每个月买公司福利品买到15K， 月时领只剩25K 而已，因此要求亲自到分行领取信用卡，结果掰了，那张信用卡再也没有领出来过。